哎呦！你也可以考虑说自己以外全体失灵。哎呀！哎！对，你不要死哦，死了会很难听哦。哦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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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，系统会自动讲很难听的话给你听。你有设定啊？有啊，还有，我想到了。有啊，我那天还教秀秀怎么调哎。我知道是什么了，不是我那天，我那天教秀秀调什么，你要听吗？好啊，连笑你死爽没？啊？我的名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我是打死爽没？我想说这样子对秀秀好意思说，如果他打野团太凶了，然后说不然你加个言笑死爽没好了。干嘞！我们还是朋友吗？你就是朋友才打你啊。刚刚有劲了，没事没事。我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就在对我的？嗯？哈？哎呦哎呦，捡东西捡到包包满了。没有，那是应急药，那个是前面组的东西。想说怎么会有东西可以捡，很开心的跑过去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碎啦！看台看到睡着正常吗？正常啊，我还会开台开到睡着的、欸。这样正常吗？我有，我留住他了。你不要走，这是我最后一个了。不要走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破坏了。我扔大便呢、欸。是啊，你丢颗大便，它就不会破坏。哇哇！你的大便是包石头、啊，不是、啊，这就是宿便的厉害啦。那是胆结石吗？27分，你把结石给排出来。哇！哎、欸，睡着了啊？可以。他身上有特甲。哦，可以抓了。哇哇！有没有觉得我越来越猛了？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快点干，可以抓了！干，你快抓、哦！干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他的名字叫做干，他的名字叫做干，我是叫他，不是骂你，他名叫干。哎、欸，我的鸟飞，鸟飞了。我要抓的那个小南哥，整鹤鸟，金色的。整个鸟一大堆哦，可是它是金色的，我没看过。大小金而已，那是大只的震撼鸟。突破最大尺寸记录。那没关系，哎、欸，有新的支持者，我看一下是谁。感谢雨 ，Hello。昨天才去你那边聊你哈，今天真的乖乖的来了耶。鱼好久不见，他会怕。我昨天就说，因为你都没出现啊，我想说你还活着吗？来关心你一下。他来确保他活着。对啊，他还说教主我还活着。看一下有谁来哦，哦，鱼安安，然后嘞，看一下。
就那个经理人安安，我现在直接叫你经理人，你名字真的太难念了。子龙安安，有没有打到你要的啊？够吗？我正准备看看。啊，我们找江江来当打手，但江江不在这，他放走掉了。不是刚刚，他很早以前，来了。嘿 ，B， 你好，刚提到你，不要这样，没有想说八点前找你当打手，八点后你们就自由了。哦，哦，我跟他不是朋友吗？为什么他要打我？你说江江哦？不是啦，我是。干嘛打他啊？你要打人家？不是，他没有打我。你跟他是朋友，他才打你。打我吧。好。哇靠！你三个天灵是啥小？我现在看到五个，五个天灵。哇哦！你要下地狱啊？刚爬回来。被趴下、可是我很乖的，有啦，有感受到你很乖了。我们现在在当打手，我们有位言笑，他需要打黑红，只是不知道材料够了没？够。然后再就没了哈，没啦、我真的不能吃那个饭哎、那江江你要打什么？我刚好想打打完了，有、所以又没事了。那只好 ，HTT， 你想打什么？我打的已经最多啊！来啊，趁我还在，还活着，还有呼吸，眼睛还张开的时候，等下就会睡着了。我眼睛超酸呢、天啊！不，眼睛喝水喝太多了，再去尿尿。没事啦，我就可以打都打到睡着了。可以啦，我都可以打斗阵打到睡着了、重点是我打的不是下棋，我打的是三路。刚龙啊，没错，有个艰难的任务就是要破他的头。雨，你是故意的吗？靠呀，尿尿要抖哦。然后打我在吃葡萄，还有吃草莓。哎呀，那这音效太大声了吧，我真的会被吓到哎。好了，所以是打啥？刚龙，嗯，对，而且要破头，破头有什么问题？我体格大，他铁头小子哎、好了啦，好大声哦、等一下啦，刚龙怕嘞。我看，呜呜呜呜！我要跳小声。呜呜呜呜！我肯定。我记得他怕侧甲榴弹。哈哈，音效真的太大声了。打雷，不怕火，不怕水，不怕冰。更变装备。不怕苦，不怕难。
哦，好好好一点了。刻苦刻，浮空，刻勤刻勤又刻。打击雷。呜呜呜呜呜呜呜！对不起，我还是调太大声了，声音太尖了吧？教主会跟某时光主一样叛教？叛教是什么？好难听哦！叛教？哎，杰少在啊，那我就去用补哦，用草。地底王火肌肉听起来也太赞了。啊、奇怪，火鸡，你们是在用 OBS 尬聊？我现在耳朵很痛，等一下。你看那个食材最后一排啊，有火鸡王肉、帝王火、帝王火鸡肉，也太好吃了。帝王火鸡肉，听不到了。看，好恐怖！等一下，感谢羊肉，好久没有吃羊肉。感谢雨，感谢杰云，感谢方。不是吓到，是这个声已经是太尖了，很恐怖。干你娘！你我你不要不要笑，声音很尖呢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调到最小声的，不行了。我试试看剩2%会怎样，还听得到。2%就，哎、欸，我调0%也听得到声音啊！我发现不是这个问题。我都调0%了，还听得到提示音笑声。啊，你是说上次那个你调耳机声就跟着全部一起调？对对对，啊先，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正常了吗？不知道。没有这些关系。哎、欸。我的天呐、啊，迷你耶，迷你钢龙，迷你钢龙，迷你钢龙，迷你，他舔手舔到一半暂停，然后再继续舔。我冲杀了，冲杀，冲杀，干嘛？迷你是你摸的哦、喔？为什么没有足迹？你们测试组测太快了，好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们都到了、啊，隔壁的。哎、欸，星星声音比较小啦，那个刚刚那叮叮，那个我真的受不了，看就是这个啦。你知道拍墙是不是？好啊。感觉拍一下就可以啦，来来来来，可是有石头吗？我有啊。好。我哦好、啊。好、啊，那你们上啊。啊，我没有那个铁。哦，你说不动一哦？对，我上去就会被吼下来。好。來了好哎、欸，我是看到你石头先射出去、欸，哎，来，每人捡一个哈。开始霸凌。
我是应该吹属性异常那个才对啊。他不会有属性异常的吧？晕眩呐、啊。晕眩是有啊。晕眩不是我的，晕眩不是状态异常吗？哦，状态异常啦。因为刚刚杰超不在啊，我想说就拿超虫棍、啊。他看起来也不需要吹什么东西。你看他刚刚还有多喘气的空间，不行，他就只能永远躺在地上。感谢 R A H W E， 不是这个问题哟、哦，我就没有再用侧甲的习惯哦。我是不是听不到他叫声啊？他还没有吼过。哦，我以为我调太小声了，听不到。他一开始有叫一次，他现在有叫。看到没有，魔物猎人是这样玩的。秀秀看一下魔物猎人怎么玩。铁头小子，这算是我在破外玩。我也带啦，还是很硬啊。不知道怎么他头变那么硬、啊。一个人就还好，四个人就真的。哎我去！头，好，你就过来。哎呦，你算的不错、哦。没子弹了，只好拿那个红叉。再两发，我觉得也不会没子弹。我也要没子弹了。啊，回家。你们要回家了吗？你们可以回啊，你们可以回。你们先回啊。我会跟他玩啊，你们先回啊。哦、他跑了。哎呀，换珠江好。然后我再换强大一座。那就不用回去了。杂星星使人口增加吗？没有啦，纯粹只是想来尬广的吧，没有啦。进贡给布布的饲料费，我今天才知道我买的那个点心是抢手货限量货，我限量十包，我买了两包，我真的是不知道哎、欸。扔出来！你要吃哦，那是兔子的饲料哎、欸，饼干哎，你要给我家狗吃啊？干假晒啦，草莓哎、欸，狗不能吃吧？不知道狗能不能吃草莓啊？狗不能吃多子水果啊！啊，我被撞了，要先把它撞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我力撞了。啊，它飞了。啊、算了。啊呜！啊呜！这很危险，讲讲你看，没事吧？啊！哇，会动，会动，会动！你下来一下，好，我下来。因为我刚刚看到机会。哦，我来了。
哇，终于！有没有闪光弹？有才爆啊！跟人飞一样。闪光我来了。我就不需要了、欸，还好，我准备。哎、欸，在那边破哎、欸，真是。一趴，真的不需要了、欸。那、啊、是的，头都不用破的。破头破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破了破了，哦，我没有注意到。最后七趴的时候破的。铁头小子，天哪！欸、嗯，红红的东东，纯水晶，原石我知道。哎、欸，原石，总火石我知道。哇，随手可得的东西。可以。他搞不好刚刚吃了总火石啊。对他。没有，他吃的中火石升起为预言石，他的肚子是炼金库、嗯，有可能。粘者石，粘者，粘柱石。我要看一下有没有哦，蚊子安安。好，没错过了。还有谁？好、哦，三个，多打就会有。没有脚。哦，可能在。好，我试试看带笛子打。拿到两个脚，两个太少了。毕竟他只有破坏部位。跟变装备，サスケです、相棒。サスケ、相棒。